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对57跟58号的停8秒。好，来，我先让你看一个曝光。好，你看哦，现在是很亮哦。来，我们角度再瞧一下，这是用录影的方式，有没有？最接近的，最接近的。好，我们停8秒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拉高，再拉平，镜头再拉平，来，你看有没有比较白了？好，来，我们再拉下来，拉下来，我们最原始颜色就是这个颜色，这个角度。好 ，OK。